会记得说在那个小木屋开始啊，我就是真客气啊，一直靠说哦，有人就来对师父修行啊，开始呢他们就要克勤，因为呢我们自力更生，所以呢大家都要克勤克勤，绝对呢啊克服了自己啊，入来到这个道场的内底，都是要修行，就是爱去掉了迄个享受的欲念，所以呢，大家人爱克服自己这念心，甘愿爱有甘愿的心，甘愿伫这个道场修行，甘愿伫这个所在呢殷勤精进，咱的生活。就是啊，一日不做，一日不行，吼。